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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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天台宗入门，各位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早安。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堂课呢，上到就是圆教，解释这个圆教呢，这个圆的意思啊。那么呢，也引了一些经证。并且对于所谓的这个一心三观，不是那个一念三千的这个道理啊，我们也做了一些解释。现在我们进一步的要让大家知道所谓的圆教那个圆字的意思是什么，天台家为什么另外立圆教。那么这个名称，因为中国这个圆这个字啊，在中国是很重要的。中国佛教里头啊，讲自圆自顿，藏教讲那个华严宗显首宗哈也讲圆，那么他们讲的是五教，小始中顿圆，他们也讲顿跟圆。那么我们讲五十八教，藏通别圆也讲圆，都把圆教放在最后。那么呢？各家判教不同，不过心中都有一个最圆满的教。你比如说像西藏也有个大圆满法，大手印，大手印没手也没印啊，你不要大手印就比个什么手印，那大手印印是一种印证啊。那么他也没有手也不用没有，他那个也是一种圆开悟的一种修法。那么呢，换句话说，大乘佛法里头都有一个很特别的思想，那就是圆满教法。从这个圆满教法当中生出一切教法，或者是说从一切教法当中最后收归这个圆满教法。人类啊的思想啊，多少都有这样子思考。那么像物理学也是这样，统一场论，这个是爱因斯坦在世的时候一直在找寻的，但没有成功，到现在也没有听说成功过的。为什么？因为你用那个物质来找统一场是不可能的。什么叫统一场？就圆满场，懂吗？就是由这个场啊，是什么意思啊？操场那个场啊，就是力量的这个存在空间叫做场。比如说磁场，就是磁力能够达得到的那个空间，位置场，磁力场。那么什么叫统一场论？将宇宙的一切力量都统一在一个力量的那个场的理论底下，就是所有的力量，电力、磁力，什么什么放射力，什么弱电力、弱中子，什么样子，任何一切力都统一在一个力量之下。有没有？佛教早就有了业力，业力场，一切的宇宙万物就是业力所生成。所以啊，你看看这所谓的科学家穷毕生之力，弄得也糊糊涂涂，死的也糊糊涂涂，活着也糊糊涂涂，但是他却是所谓的大科学家，他们在找所谓的统一场。统一场就是业力，也可以说是如实相，如实相力，也可以说是万法一念三千，那个一念力就是念力。最近呢，在中国大陆对全世界做了一个心力实验，
中国大陆对于那种心灵力量的研究啊，有两条路子，一条是为了跟欧洲、跟美国、跟苏联比，所以他发展军事的目的，看谁的心灵力量强啊，把对方的总统控制了，那你就赢了嘛，是不是这样子？那另外一种是为了他国内，他国内走向开放之后啊，很多那个气功师跑出来，那乃至有那些将官啊，都去跟人家学，他学了后来才发现是郎中，他们为了这件事情啊，也惹得很麻烦，就让这些气功的研究呢，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研究机构。那么他们呢，亲自做一个研究啊，这个瓶子啊，一个瓶子，那么呢，一只那个铁的那个那种汤匙啊，放进那个瓶子里头，然后把它封起来，在大家认可底下这样封起来，都是世界的各国的那个科学家带来的瓶子，不是他中共提供的，然后给一个心念力很强的人握着那个瓶子，然后他心力一直集中之后呢，那个筷子就在众科学家的眼前穿壁而出。然后那个日本人自己准备好一个什么那个经过什么科学检验的一个信封，三层信封遮起来，里头写了一些字，然后给那个人呢用手去读，六根互用，佛教早就讲六根互用，耳朵能看，鼻子能听，眼睛能尝，舌头怎么样？舌头本来是尝味道的，对不对？他现在能闻味道，这样就闻味道，这样知道，这生呢，啊呢。然后呢，看眼睛能够尝到味道，看到柠檬啊，我眼睛好酸哦，眼睛能看到味道。那耳朵能够看字，那个字哈，再弄一弄，我看到了，这什么字？六根互用，这早就佛门里头，这是很简单的神通而已。他们呢，煞有介事。从全世界找来一大堆所谓的科学家，我看那些是很幼稚的人，然后呢集中在那儿，照相啦 ，X 光摄影啦，不能造假嘛，到处翻，然后那个人就在，来对下面里，日本人吓得冒身冷汗，果然他写的就是那些字，那东西都是他准备的，他带去的，这样，这就是心力嘛。这就是统一场力的一种概念。你有什么力？你爱因斯坦能够研究得出来吗？研究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说啊，宇宙万法之力，最后就是一力，就是一念三千，那个一念的念力。那个基督教有讲那个上帝啊，他说上帝造人，以他的形象造人，他说要有天就有天，他说叫地就有地，你以为那是什么？那就是一个大梵天呢、啊，他在禅定当中苏醒过来的时候，一念妄动一起，他说我要有人，他念头一动，随心所感，他就看到有人，他念头一动要有日月，日月就出现，这就是心力所及，就是心力，所以他误以为他创造了世界，那不是的，是我们的心。心如工画师，能画种种事。你常常你想的，你有想这个机无？你头前你把它略过，未使咧。那觉灵菩萨记要，他专诵地藏经，好几个同学在诵地藏经的嘛。本荣你以前也诵地藏经嘛，对不对？有没有诵到这个？是，心如工画师，能画种种事，那是唯一的力。什么叫统一场力？这就是 particle， 也是他心画出来的，宇宙万物都是他画出来的。那个决定机不能不送的，一定要送、啊、很多人拜法华经竟然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拜，他不是的，要一心定理、啊、妙法莲华经法王会上佛菩萨妙之妙宝，然后一心定理妙法莲华经法王会上佛菩萨
法治法宝，那这样拜，那这个没讲啊，这这拜。那我们还有同学不知道，以为拜经就是拿一部《法华经》在那夸夸拜，啊不很贵，啊不念来得一样的啊。所以有些事情要注意一下。好了，这就缘，这就是缘的概念。宇宙人类从古到今，人类都在找寻一种缘，一种最后根本的力量，根本的原理啊。佛门里头就是有。所以我后来物理系不读了，我要做出家和尚。原因是什么？我要找的东西在佛门里头就有。而且佛门里头更高级，怎么讲更高级呢？物理学家就算找到统一场论，他能统一什么？他只能统一物质，他不能统一心灵，他只能统一一切看得到、摸得到、人类眼睛看得到的东西，他不能统一那个过去、现在、未来，他还不能统一所有人类的心。所以说范围嘛，物理学的范围最小，但是它已经是所有科学当中最广的了。但它跟佛教来比，简直就是幼稚的可笑。那么同样，就从范围来说是这样，就从效果来说呢，管他去搞什么统一场论，他乃至他跟他老婆都不能统一，对不对？他的心都不能跟任何另外第二个人统一。但是佛门不同，佛门不但能够统一物质的思想，它还能够统一人类的思想。它不但能统一心之外的一切东西，它能够统一掌握，它还能够统一它内心的安乐。哎呀，宇宙没有另外一种学问，没有另外一种能耐能够这么好，所以它能够包括一切。当时我渐渐感受到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觉得义无反顾，一定要出家。啊，一定要出家，这是我个人的心情啊。那不是说每一个人学佛都要出家，没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讲的原教就是这样。到底各种佛法有没有哪一个佛法是佛陀最后最后要宣示显说的呢？有没有哪一个佛法是包含最完整的佛法的呢？有没有哪一个佛法是最后呢推展发挥出所有佛法的根源的呢？有没有哪一种佛法是能够含摄一切法的呢？有没有哪一种修行一修一切修，一恨一切恨的呢？各位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人类是一种完整的存在，他不应该在打坐的时候才是在修行。人类是一种完整的存在，佛性也是一种完整的存在，不应该在开悟的时候才有佛性。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听得懂听不懂？现在你在打瞌睡也有佛性，你心内你不欢喜，不知道你叫什么呀，也是你的佛性。你正在行隐，最颠倒了吧？行隐是最颠倒的嘛，对不对？也有佛性，佛性应该要骗一切处啊。佛性既然要骗一切处，那有哪个地方你不可去呢？有哪一种行不能修呢？要讲到这样才真正统一。如果有取舍，不名为空性，空性不能取舍啊。如果有取有舍，那你心中仍然有对立，干嘛？取的是我要的，舍的是我对立不要的，这个还不同意。所以阿罗汉如果看到人家行隐，他会皱眉头，切，你冲上，那是不敬的，他会皱眉。但是佛菩萨不会，不会皱眉的。佛菩萨这样才叫彻底解脱，还会皱眉头的还不是彻底解脱。所以原教，你注意到他的气质了，他有一种绝对恢阔的气质，他有一种绝对圆满的气质，他有一种绝对圆融不对立的气质。
请注意，如果你我也拥有这种特质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生活？我们不会骂在站在台湾去骂共产党，我们也不会去对共产党逢迎谄媚，我们都只是看到人，我们都包容，对不对？管他什么独立还是统一，我们都随喜，我们不会有对立，我们甚至对其他宗教也不对立，乃至于我们对烦恼也不对立。五恨当中啊，有泛恨，有圣恨，有天恨，有婴儿恨，有病恨。婴儿啊，视线什么天真无邪，但是偶尔会出错那种样子，这是婴儿。什么叫病恨？视线如同一般凡夫有烦恼，涅槃经上这么说，大波涅槃经上这么说。有那个居士啊，曾经问我，哎，那这奇怪啊，人讲禅宗这么有修行，哎，那规处经全有关啊，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有一次我亲近一位，讲了没关系了，就是那个关庙，关庙啊，我讲关庙，你们知道是谁？关庙菩提寺啊，白云老法师。我亲近他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去跟他聊天，刚好工人来跟他做事，痛骂工人。他不绑裤腿，也没有理头发，他修头头横，没理头，怪了，他修头头横，可是又戴金表，罗雷亚金表，他故意这么干的，啊，然后一定要带一支金笔，纯金，纯 K 金的吧，24K 还多少 K 这样子带着，这样，然后晃，也不绑裤腿，也不穿鞋子，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他有一段时间这样修，那我常常去找他。我读成大离那很近，他就骂工人，骂完跟我讲，我好生气。我现在想，怎么老禅师这么没修养，骂人，而且骂人也就罢了，怎么在我们面前骂人，也不装点禅相一下？你注意到，他骂人是什么心态，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个心态就不对了，你懂意思吗？在原教的立场上来看，那叫病恨，视同凡夫有烦恼，那也叫婴儿恨，怎么样？没有任何外在的价值在他身上。一般人是这样吗？我是师父，我都七八十了，你来参学，我当然要怎么样？好歹嘛也要有点样子，总不能怎么样？总不能七老八十还像小孩一样。他不，他带我们走后山的话，蹦蹦跳跳的，我们走得比他慢。那个时候他76岁，今年10年过了，十多年过了，他八九十，80多了，没听过他生病过。这个人，台湾的佛教界对他一直很有意见，坦白讲啊，这个也公开，确实是这样。但是他有他的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这是不是真的密恨，我们不知道，因为我是凡夫，我不知道。可是我们不能够看人家是凡夫，这点要知道。原教的人呢，对一切众生都恭敬，这就是法华经上讲的常不惊菩萨，汝等终究能成佛，我不敢轻视汝等。法华经的任何一个菩萨都是原教菩萨，法华经的每一尊菩萨不会是别教的，所以他们都是密恨。所以法华经上提到的那位常不清菩萨，他已经进入原教的修行，他不知道所谓众生有什么恶，他不知道。但是你叫他造恶，他绝对不造哦。但他心中没有恶这个概念。婴儿不就这样吗？婴儿不会分别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大便拿起来都吃，是不是这样？婴儿不分别，视同婴儿天真无邪。天底下哪一个宗教能这样？那佛教里头又哪些宗派真正能做到这样？
只有大修行人进入圆教教海当中的人才能这样。禅宗有人这样，密宗也有人能这样，显手中也有人这样，天台中当然更有人能这样。但在教理当中，他就连解释到这样的，恐怕只有天台中，恐怕只有天台中，他解释到这样。但是修到那样的，那就各宗都有。好，这点我们不能够抹煞人家的成就，但是能够讲得这么清楚的，那就是圆教，那就天台的圆教。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文字，他说：“又所谓圆者，圆妙、圆满、圆足、圆顿，故名圆教。刮胡，此是圆名之由来。为什么是圆呢？它是圆妙、圆满。”圆足圆，这个圆就是用来做形容词用的，是圆明。为什么叫圆？因为它有圆妙的圆，这个圆是形容词。是形容词。那什么叫圆妙呢？什么叫圆满呢？什么叫圆足？什么又叫圆顿呢？这个圆是形容词。它非常的圆妙，它非常的圆满，它非常的圆足，它非常的圆顿，所以叫做圆教。为什么？下面就解释了。我们来看啊，三谛当下圆融互聚，不可思议，谓为圆妙。妙者不可思议，当下互聚，不可分割，谓之圆。谓之圆，所以说啊，以每一样东西来看哦，这是世俗地的木头，这是世俗有。可是我起正念而观，乃至我在禅定当中，我会看到它是缘起空，看吗？它是种种的粒子所组成。而且在我的甚深的智慧观察底下，我会发现我的手指要穿过它就穿过它，它没有密合的。因为我的禅定能够使我的眼力加深，能够看到它的毛细孔，然后能够使我的心维系到比它的毛细孔还要细，所以我的禅定能够带着我的心通过这个木头，这叫做穿墙而过，懂意思吗？这就是神通。这样子的思想从禅定中而发，正念现前观察到它，这叫缘起的空。世俗的有，这是一块木头，起正念禅定而观，这是缘起空。但是缘起空之后，我又回到世俗地来说，我要这块木头来做证词，讲经说法，能够让众生起欢喜。所以这个缘起空当下，就在我的心中升起了一种妙有的作用。我看到它已经不同于世俗人所看到它的一个是一块木头，但是我却能够妙用这块木头，乃至于作意这块木头，乃至于将精神灌注到这块木头上，去转化它、变化它，这就是妙，不可思议。而无论是缘起空也好，无论是妙有也好，就形象而说，它不真实是这样。所以妙有非有，形象而说它不真实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力可以改变它。就像阿罗汉能够变大声，有没有能够变小声？阿罗汉只知道这样，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对大乘圆教的菩萨来讲，他可以变这个为妙有，他可以让这个变大声，变得很大一块大木头。所以观音菩萨如果要你后面有老虎在追你在跑，观音菩萨救救我救救我，老虎要咬我了，前面一个大悬崖，观音菩萨救救我救救我，我上有高堂老母要养，
我下有好多企业要做，请你救救我。观音菩萨会这样随手从长吉光中丢一个类似这种东西丢下来，以他的念力运用妙有的思想，一变就是一个桥，跨在两个悬崖之间，你就这样跑过去。所以我请问，那是世俗有吗？不是了，对不对？世俗人永远只认为它是什么，一块镇子。但是它是阿罗汉所看的缘起空吗？阿罗汉看到空，只知道它空，不能拿它当桥去丢下去，丢下去还是桥，还是一块小镇子。唯有菩萨，像观音菩萨这种圆妙不可思议的圆教菩萨，他能随手拈来一个东西，他就变化妙有。好，妙有了，可是妙有非有，为什么？那个到底是桥呢，还是一块镇池呢？到底是什么？没有定性，所以妙有非有。啊，有即是空，因为收来端乎一心，散去普遍法界。所以到底是在法界呢，还是在一心呢？不可说。所以说它是空，一切都是空的；说它是妙有，随处拈来无非妙相，都是你一念心。而这一念心密之不可得，纯然在法界当中存在一念心，这就是我的心，这就是我的心，这也是我的心，你们众生的心就是我的心，我入一切众生心想之中。所以心也不可得，法也不可得，于不可得中中生起种种妙有，连妙有亦非有，所以说有即错。说空亦非实，没有一点立脚之处，可是万法生然。所以说空一切空，说妙有一切都妙有。那么就在这当下入了什么诸法的实相，你不能说它空，也不能说它有，它只是实相。这实相有骗一切处，空骗一切处，妙有骗一切处，空骗一切处，它只是实相，这叫做甚深的中道实相，唯心可证。所以任取一物，它都三谛圆融。空观见，看到它是这个真谛，所谓的空性见，以空观见来看到它，它真谛，真谛就是缘起性空。那么呢，在缘起性空中起种种妙有妙用，观音菩萨能够拿它当个桥，那这不就是熟地了吗？所谓的以妙有之见，从空出假观，从空出假观，然后呢，因为假，所以我能够变一切都是假的。既然都是假的，心如工画师，所以我怎么画都可以啊。那么这我是怎么？这一话众生就受用，所以众生者即非众生，是名众生，他还是如幻的，我心中图画中的一员而已，我画一条桥他就走过去，是这样。所以从空出假，看到熟地，可是熟即不熟，
真即不真，俗即是真，真即是俗。说空地，一切皆空；说妙有，一切皆有。所以当下入中地，所以真俗亦是假名，唯有中道实相不可说，谓之实相地。所以当下一个物品具足空、假、真、俗、中三地，最后入中地是什么？连妙有也不可得，真空不空，妙有不可得。真空不空，所以它应该是有啊。可是妙有而不可得，它应该要空啊。所以从空这边看到有，从有这边看到空，说空一切空，说有一切有，所以这是一切宇宙万法存在的不可思议，这叫做圆融三谛，这也叫做三谛当下圆融互具，空中有假有中，假中有空有中，中中有空有假，三谛圆融，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空假中三谛圆融，所以不可思议。这样子名为圆妙。为什么叫圆？不舍一法。为什么叫妙？不可思议。为什么不舍一法？你说它是妙有空法，你不舍；你说它是空法是妙有，你不舍；你都说即空即假，但是中法你不舍。所以中道当中具足空。真空具足妙有，所以是一切圆具，这叫做不可思议名妙有。三一相即，无有缺减。三谛即是一谛，一谛即是三谛。既然互具，那么又怎么样？一谛当中又具足另外二谛，具足一谛具足另外二谛，互具是什么呀？就具足嘛。所以说三一相即，无有缺。从没有缺减的立场说，叫做圆满。从互具的立场说，叫做圆妙，同一个事情。这样讲好了啦。我这一杯茶叶啊，我这一杯茶叶里头有各种维他命都在里头。如果我从这一杯来讲，这一杯里头具足圆满一切维他命，叫做圆满，对不对？如果我从水来说，水具足维他命，对不对？所以这杯水好怪哦，有各种维他命。从它的性质来说，说它圆妙。圆教就圆妙，性质上来说，这一地空地具足中地，也具足妙地，就是俗地具足，真地具足俗地，也具足中地，就是空具足有，也具足中，那中具足空，也具足有。所以说一地具足其他二地。这就是什么呢？他能够具足别人，好怪！这本来是对立的，他竟然能够具足对方。空跟有是对立的，他竟然能够空当中有有，有当中有空，这叫做圆妙，不可思议的圆妙。那以他们彼此互具，没有缺憾，所以叫圆满、圆足、圆满，没有缺乏。再来，名圆满，所以故名圆满，无有缺减，三一相即。三谛即是一谛，一谛即是三谛。那么呢，相即，所以名为圆满。再来，所说之理圆满啊，这个所说之理的圆满，也可以这么讲啊。无有缺减，名圆满。所说之理很圆满。这个圆满还有个特别意思，就是说说的理很圆满。你不会只说空谛。也不会只说中谛，说的圆满。所以总而言之，三谛互具，讲三谛互具的道理叫做圆妙。他说这个道理呢，没有缺憾，谓之圆满。再来，什么叫圆足呢？圆见理具四照两重三千性相，于一念中具足，名为圆足。你能因为有前面的圆妙，有前面的圆满。所以你有那个正见，圆教的正见来看到你一念当中理具四照二重三千性相诸法，皆是一念中具足。你能看到这样，所以我们说这叫圆足，一念中具足叫圆足。理具是什么道理啊？
就是理性上可以分析各自的理原理呢，他们具足，一念当中具足什么空，具足妙有。我们的念头上可以这么想，可是我们没办法认定说在宇宙万物当中是不是能够成就这样。可是原教的原主里头告诉你，一念之间能够创造宇宙，一念之间能够转变宇宙，就像大梵天王一样，他能创造所有宇宙，他误以为他自己是上帝一样。所以一念中能够具足乃至四相上的宇宙。那你说怎么可能？那你的照相机你又不能制造，录放影机你也不能一念中具足。那是因为我们神通力不够，懂吗？我们神通力不够才这样，不然那是能具足的。所以说理具四照两重三千，一念中具足。好，再来名为圆足，再来体非渐成，名为圆顿。这句话懂不懂啊？圆妙是三谛互具，圆满是见理完整，圆具圆足啊，是一念中能够具足理具四照，所以圆足。现在圆顿的是什么呢？圆顿又是指什么呢？是指的这样子的道理以及这样子的修行趋入，不是渐修能够得的，是当下顿悟的，所以叫圆顿。体非渐成，这样的道理非渐渐而得的，你一样一念趋入。或者这么讲，这样子的道理它不是说什么样子的另外的道理慢慢把它支持然后变成这样，这种道理当下圆满于法界中的任何一个地方，每一物每一事每一众生的心都是这么圆满。所以那个离体非渐渐而成，是当下顿成，谓之圆顿，谓之圆顿。这是形容它的教理的内软，以教理的内涵来讲，圆有四种圆，记得啊：圆妙、圆足，还有什么？啊，圆妙、圆满、圆足、圆顿、圆妙。圆满圆妙三谛互具谓之圆妙，圆满是三一具足谓之圆满，圆足是一念中具足谓之圆足，圆顿体非渐成谓之圆顿。那好，这个道理啊，你慢慢去听，你不要说这样子很难修，你不必要急着修，你就去诵经，你慢慢会体会，不入禅定能开发智慧，你就会懂了。那么呢，就此的教法的离体而言，这以上面来讲，这是就教法的离体来说是这样子，圆妙的、圆满的、圆足的、圆顿的，体非渐成嘛，圆顿这教法的离体，就此教法离体而言。那么呢，这应该是句点。此旧的不是旧子，此旧教法是离体而言。我本来是写到下头来，那不对的啊，应该是此旧教法是离体而言啊，句点。那么在就教法的，应该再补一句哈，在就教法的功能而言，前面这就是教法的离体了。前面这些刚刚讲了圆满圆圆妙圆满圆足圆顿，这教法的离体而言是这样。现在就教法的功能而说，它也有四种缘。
他比如说他能圆伏五住烦恼，圆信一切法皆三谛圆融，圆断五住烦恼，他能够圆恨一切恨，他能圆正一切畏，他能圆自在庄严，他能圆见利众生啊，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他的功能，他的相貌，体相用，前面是体，现在是相跟用。就他的相跟用来讲，圆教能够用什么呢？圆伏五住烦恼，能够圆信一切法皆三谛圆融，能够圆断五住烦恼，能够圆恨一切恨，能够圆正一切畏，能够圆自在庄严，这是就相说的，也可以就功能说的，能够圆见利众生，这种功能上说。所以前面是教体离体，现在是教的什么呢？教的用，教之用，教法之用，教法之相用，教法之用就是教法之离体，教法之相，教法之功用而说，圆教能圆伏五住烦恼。什么叫圆伏啊？五住烦恼啊，欲爱住地啦，见爱住地啊，色爱住地啦，无色爱住地啦，那么无名住地啊，这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心的这个烦恼相。一般来讲，我们都从欲爱住地慢慢修上来，然后再无色啊、色爱住地把它断，然后无色爱住地，就是所谓的你从凡夫的欲望修，然后断了这个见惑，然后呢再来慢慢断思惑，思惑断完了再断思见思惑断完，慢慢断尘沙无明惑，一路断过来，这叫做见伏五住烦恼。那现在这里不一样，你断尘沙的同时就断无明，你断见思的当下你就已经在断无明，你是从根本的无明去断，是这样。你一开始断无明，你不是断尘沙，所以叫做圆伏五住烦恼。他刚开始断还没有产生效果的时候，他先伏住，他还不能断，但是先伏住，他也不生色界天，也不生无色界天，更不生欲界天，他三界都不染。一般来讲的话，你欲界超越了，你会升到天上去，色界去；色界超越，你升到无色界去，你会有这种，这个不贪染贪下一个，下一个不贪贪再下一个，越贪越维系，然后最后才把最后一念维系的舍掉。你们弥勒菩萨还有最后一分金刚无明，比如这意思，慢慢的死。可是这种圆断圆伏一切烦恼的五住烦恼，那就不同，是一伏皆伏，这种道理深了一点，不过你要慢慢知道，这种修行法门你没有门可入，只有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诵经拜忏念佛，然后平常修观心的法门，修别教的法门做辅助，那慢慢的思维佛法道，用背经的方式，他不是啊，或者一般天台宗讲禅宗讲参禅，你看参禅无门关，你看看天台宗也是无门关，他无相修，可是他早期有相修，他比禅宗容易修一点，就是他有教理让你懂，然后有忏法让你修，有忏法让你修，不然这种修法你没有门。你要圆伏，你怎么圆伏？你看不到无明，你怎么圆？他在定中让你观察，是一念三千的心，虚伪不死，然后让你知道空假中三谛圆融，它的效果就产生圆伏五住。你信不信呢？天台家的修行的人哦，看起来都淡淡的，他不会有大修行的那个外貌，好像惊涛骇浪一样，修得很撑的苦恨啊，行为很
怪诞呢、啊？他不一定，这种也比较少有。他觉得一切都很，一切都是在自然当中成就道业，他不会特别去修苦恨，啊，住在深山里吃水果这样子，他不会特别这样。他觉得吃水果跟吃饭是一直一样的，他没有因为吃水果特别好修。有人住在深山里，那个大雪山里头啊，不是我们台湾大雪山、啊，是新都库什山，在那个新疆的南端，啊，接近印度那里，新都库什山，那就是古印度讲的大雪山。那大雪山呢，那山顶上都有人住，就是西藏的瑜伽行者，他们都在那里住，所以他们修着火，他们修着火，为什么？他们没有御寒之物啊。那两个人两只手空空上山呢，他修着火让他身上发热，能够着火定烧到什么，能够身体的表面温度到80度，水都快沸了，能够这样。那你看这样怎么样，好厉害哦。他的环境需要这样，在天台家的立场上来看，那不过是妙有的变动，他不会做出这个样子。天台家的修行就不是这样，他不是不能，而是觉得这跟断烦恼没什么特别关系，那是你借用环境的必须，那我不需要这样，我就自自然然的修就对了。所以他缘浮五住烦恼，他怎么修？他没有大的烦恼，他也没有证阿罗汉，可是他没有像一般人这样子的烦恼，他慢慢的断掉，慢慢薄，慢慢薄，他是这样，在那缘浮。所以你看不出来他这个人有什么好像大道横出来的样子，都看不出来。这就是缘浮五住烦恼啊。再来，缘性一切三谛圆融，这就刚刚讲的嘛，三谛互聚嘛。他缘性，什么叫缘性呢？他当下性，不假思维；他当下正，不假分析。这叫做缘性。这叫缘性一切法，皆三谛圆融。所以这是不是法？这是法，这是不是法？这是不是法？都是法。我是不是一个法？是。他都相信他三谛圆融，所以缘性一切法皆三谛圆融，有这个功能。体相用啊，前面讲体，现在讲相用。在缘断五住烦恼，这一断一切断，三惑俱断。这种修行经阿萨利，他要断一起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根本看到了无明了嘛，而无明是一切惑的根源，所以说他断无明，所以说惑的三惑的根源就是无明。那么他断这个三惑的根源，那三惑当然跟着断。可是阿罗汉声闻乘修法，别教的菩萨修法不同。别教少分看到根本无明，可是他无法抗拒他，无法直接修他，所以他要慢慢从外围修上来。阿罗汉声闻人根本不知道有无明这回事儿，所以他只是修知末无明修掉而已，也就是见思二惑修掉而已。他还有无明啊，他不知道，所以他没有所谓的缘断不缘断的问题。真正能缘断、缘浮的，就是缘教。那么他能缘断一切烦恼，其实他是缘行一切恨，缘情一切恨，一恨具足万恨，很简单啦、啊。你教我讲经吗？讲经等同盖庙，盖无形的庙。你教我盖庙吗？盖庙等同讲经，是讲那个有形的经。你教我布施吗？我布施的同时在修忍辱布施，忍辱持戒精进般若禅定，禅定般若。我布施的过程，我不起心动念，这不就禅定吗？我布施的时候，冷静的知道这一切是随缘性空，缘起性空，而又随缘生妙有。我既不要看它是没有用，也不要看它是有用，当下心不起伏，这不就禅观吗？因为我能够这样正念作意，我当下。我是精进于道法，这不是断恶修善吗？精进。
因为我能够正观入世，所以我能够让我根本的无明不起贪爱，贪爱我有布施，这不就是忍辱吗？我不起贪爱，我就不会讲出不适当的语言，做出不上的动作来完成这样贪爱。比如说我在讲布施、讲佛法讲完的时候呢，哎，法师会有问题问你，你上课再来问我，现在不要问我，干扰我休息的时间。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你讲经说法讲出无明来了，啊，讲出那个大法师的架子出来了。那你能够修行讲经说法呢？讲完了还是跟大家一样？好，这下子你就断出这个贪爱持，那你不持戒了吗？所以说，一恨具足万恨，念一句佛号具足万恨。那下次印光大师讲说，一句佛号横开三藏十二部，才有道。所以呀，要天台的原教懂了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一句佛号念到底。不然呢，你是乌鸦学讲。人周书公一句佛号念到底，你嘛对人讲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你就安尼去讲吐，吐讲所以啊，你免读有缘，你啊读有缘，一句佛号念到底，你开悟你都无代志。哎，有周书公，你啥意思？啊，到底是啥物原因嘛？唔知。人问讲你哪安尼讲？周书公，周书公确实唔是你爷爷，歹势。我嘛是要有周书安尼讲，所以我才来读有缘。读到我清楚啊，我就会使教授书安尼子。比如讲安尼讲，这个不过这也是比喻啦，也不一定，你也还是可以这么相信就是。我知道这是个比喻。有时候我们是学讲话，那么你慢慢的，你一恨一切恨，你去实践，你就知道什么叫一恨一切恨。啊，这样子叫做缘恨一切恨，缘行一切恨，叫做一恨具足忘，具足诸恨，万念齐修。回向极乐，不是这样。那齐修万恨，不如念一句佛号。明天就来了，对不对？啊，常住法师欢迎你们来随喜。随喜的话就是吃饭可以在常住吃，也可以在我们这边吃；睡觉在常住睡。然后你要一支香、两支香来，我们就坐在那个、另外选一个地方啊，在比丘的前面、同学的前面留一个位置给你，那么大家来念佛。好。那么我们先讲到这里，缘恨就是一恨具足万恨，所以念一句佛号能具足万恨就在这里啦。这里找到理论根据了没有？有，印光大师的很多教理跟偶益大师都一样，都是从天台流出的。你不要看他的不懂天台啊，你照他的话照讲，你讲不出个所以然的，想懂吗？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这堂课上到这里了啊。向下文长复以来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智归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智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总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